好，这个世锦赛的比赛啊，来到第二场，是两广的比赛啊，来自这个阿明打何俊，啊，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？霸王是真的万万没想到，居然被剃了头，12-0，他只能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吧啊。虽然说阿明啊是广东的老乡，但是实力的话何俊要是略胜一筹啊，看发挥吧，看发挥吧，52的都有机会哈，何俊机会略高一点。哎呀，哎嘿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预言，这被剃头真的是破了天荒啊，霸王抢10以上的还没有被人剃过头呢，霸王的打法很难被剃头，居然老 K 啊做到了啊，做到了，大家参与一下预言啊，然后投票支持一下。阿明能不能创造奇迹？闪现，哦呦，直接跳吸过来，再来抓，没有直接闪现抓。好，这一下闪现抓到，失误了，腿部没走起来。好，空防反抓，老二都没直播。帮开会了啊，他说了是没办法啊，打不了。哇、哦、呀漂亮，这一波抢得真好啊，补个防御波。好，不错。霸王直播间哭了。输赢无所谓的，反正也不会赢了。但是输的有点惨了哈，霸王。尽管霸王输的有点惨，好，可以。老俊拿一分啊，意料之中。先拿一分。兄弟们，没事的点赞啊！继续看比赛，1-0。刚才的比赛太快了哈、啊，很多人来慢了都看不到啊，都没看到霸王会踢得头啊。何俊替阿明。哪那么容易啊，兄弟？破九这波，真敢抢啊！哎，什么鬼？这个跳逼！好，跳闸！双记录？什么双记录？霸王创下了第一次抢时被剃头的啊！以前有剃头过，但是三问的被剃头啊，主力我记得没有被剃过头啊。哎呀呀呀！啊，我们看这场比赛吧哈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哦呦，漂亮！中闪按荷花，好，重拳必杀。嗯，兄弟好啊，这个平台叫做奇趣平台，兄弟们啊。4-6开吧，4-6开啊，阿明4，何俊6。
这还敢直接规划过来，这么自信吗？啊，这么自信直接规划过来。好，再次规划倒跌，空投死。手机只能用灿玩空间啊，手机。Round three, lady go. 红丸的猴子太费劲了，再走一波。逆向防的不错，哇哟！突然下盘。必杀带入啊，200。啊，爆炸！好，再反再中，冠军5000啊！另外，老 K 这个冠军好像是已经收入囊中了哈，看看后面的何俊能不能逆袭逆袭啊！何俊按道理压明应该没问题。啊，好精准的下盘，跳闸回不过来，重拳葵花死了，回血之后满血。Round three, lady go。也还，秒杀了啊！呀哈，布阵失误了，危险！哎呀，危险了，这波跳得太近了，明明可以布阵秒杀的啊，居然给打断连了。好，打他大姑妈。Round three, lady go。抓得太高了，不漂亮。这波压得相当好哈，而且预判了猴子的 AB， 猴子被打的也是很不舒服的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当主是淘汰了呀。这你敢信？我去，漂亮！放身打乱洞，可以的。这个战地出的相当好啊，基本上没有活动空间啊，你动的话只会被揍。Round two, lady go。无色，无色。
兵。康祖就是被老 K 其中一个淘汰的呀。注意，剑招很快啊！二根跑抓你以为来了，他马上又来一个跳了，落地神吧。二根 AD。好，跳山号漂亮。老是想掏红丸啊，想抓红丸啊，红丸一跳的话跳得太高很容易被跳低啊，跳低反打回去。抓红丸的话有风险，抓猴子有风险啊，这些跳得高的话爆的那个八神的靠杆靠不到的。哎呀，这个好招。哦哟，下期雷光拳啊，这个雷光拳被反杀了。哎呀 ，nice！ 体现了一个风头。风险。喂。等。洗头。好。不错。他果然洗头了啊。这波也是打心态了，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动了，我就赌你不敢动了。忘被剃头了，你们错过精彩了。不容易啊，比分咬住了，葵花开过去，大葵花呀。好，不敢杀。你还在吧，差一下动作是吧？怎么了？两广的啊，东厂跟西厂的一个决斗。太会说打不过呀。 Round 4 Lady Go。 哎，真的这么紧张吗？阿明打了什么东西？打了什么东西？
谢谢 Miss Gao， 谢谢杨辉啊，欢迎兄弟们到来啊，感谢大家点赞送台。杀！比杀呢？这三下都不确定必杀的呀，好危险哦！这步邪渣之后，如果被骗的话，有可能就直接反杀了啊！刚才下B三点完全是可以有机会、有时间，就是连必杀的啊！他摇杆应该是点三点的时候啊，摇杆是拉在前下的啊位置，不是拉在后下的位置，所以说他只能接这个真空骗手局。不错啊，连打三分了。好，这个倒地，跳渣动墙壁给我杀。阿林不错啊，对，舒服的漂亮的升龙啊，真敢打，预判真的准。Round two, ready go。好，跑渣，哎呦，又跳渣，再用必杀把气势打出来，明显的要打气势了。而且后面会不会上大出呢？如果输的话，对，用必杀，把你出杀，射，很升龙了。红丸不好打，好的，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他属性不如人家，不好打。打死了。他今天还得上大猪了呀，我感觉。然后并且感觉上大猪了呀，就是上大猪不好打。好漂亮！这把只能赌升龙啊，中不中只能交给天来定了啊。写错什么？剃头很正常啊，老 K 的实力他没有实力剃头霸王了。有些人不是天天骂菜 K 吗？还有没人骂老 K 菜啊？完了，下逼两点，黑光拳。把你的 CP 掉。对的。Winner。牛逼啊！连追四分。广东老哥，同乡不错。帅气，小天，稳住。好，反杀中小米杀，哎，这下不必杀了，不打气势了啊！停！好，哎呦，抓掉了！恐龙妈妈为我荷兰豆。阿明如果进决赛的话，老 K 基本冠军了。何俊进决赛的话，其实还是悬念的，有一定悬念的。阿明进决赛打老 K， 悬念太少了。好，干过去，把基本干掉啊！
好，成功不够，翻三的局面。KO。好，一第二时间刚好打中一个乱动后下盘。哎呀，漂亮的这个反动三段处啊！今晚的阿明真的非常的硬气。Round four, ready go！ 必杀了。精准的一个下盘，对方也给了一个很精准的升龙，再一次抛中下盘。我天，今晚阿明的状态这么好吗？不要抓哈，红丸跑得太快了，跳得太高了，不是跑得太快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好招，看得很准哦。不能动啊，不能动。我只贴身的时候，他就是打你乱动哈。好，就哎呦，可以的哈。哎呀！送了送了，这一局送了。他这波应该是想点个下 B 或者下 D 哈，然后拉后的时候，拉后下的时候啊，拉到了后了。不容易啊，不错啊，悬念感很强。Round one, ready go。跳风不中，好跳波，再抓，打了个中断击，死了死了死了，跑不掉的，这个肯定是跑不掉的。Round two, ready go. 好反砸，好，再投下翻晕了，重拳抓过来，重拳挥发死。阿林状态真的可以哈。何俊难道后面他不选大猪吗？有点奇怪了，目前应该是不用上大猪的，看看后面能不能追回来。差距如果再一次拉大的话，他就得换角色了，要打晕的节奏，有没有机会？好，再次 CD 之后，刚好抓了重拳击杀，直接穿三，非常的 nice 啊。阿明很强啊，再掏，哎，打的是轻拳，怎么不打重拳呢？看到这几位，这小小伟啊，又是乱动。漂亮，抢得好快啊，那是优秀啊。 Round two, ready go。
好，跑抓，重拳，那个幸福必杀嘛。好，跳抓了，漂亮。该架必杀不必杀。好小烦恼，发生了，发生贴不了身了，贴不了身了，一直想找机会消风。阿明立回功底，该说不说还是很强的。三局预言，等会儿开的这么严，没人压啊，没人预言了。KO， 开一看，看一看啊，看你这 SW， 好，好。Ready go。我也晕了，你这加必杀啊，不打一直。漂亮，这一波抢的真好。Winner， 好，单局语言开起来。很刺激啊，悬念感十足。光飞机头素材这么好，怎么能不做呢？大姨夫。也失误了，白光了啊，白光必杀了。季军抢食哈，屏幕上方写着呢，兄弟们。Round two, ready go。机会顶上，打得有点凌乱啊，哇，这一个跑抓不一般，那就漂亮勾回来，被骗了。抓了，真厉害，这反应真好啊，他真的不慌张的哈。阿明就是短兵相接，他基本上不吃亏的啊。好，不断出手命中，再来一杀，
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刚才就这么没了。耶，偷下盘了。vivo， 耶，这起身没防。这起身想干什么？想抢一个延迟头吗？5-5了。猴子空中炸过来，你的延迟头是没用的哈，因为它在空中的啊。基本就可以看啊，想要看霸王被剃头的，好，继续开启预言，好，开葵花三段命中。完了，晕了。圣使者，圣使者，好打晕。不错，好，这没点中，这一次要带着必杀了。我去，这么打还不让千鹤斩气啊！再一个抓，抓手身，漂亮。你不受伤还好啊，我还是肯定略微看好何俊的哈。实力的话也是何俊要强一些，但是尽管阿明表现的确实不错，都有机会。我比较期待何俊能够跟老K啊一决高下，在决赛当中，阿明主要是进入决赛的话打老K，那个红丸被克的死死的，你们没见过啊，就完全被稳吃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阿明输的话也不是输的很多，但是他输在最后一个角色了，你知道吗？Round four, ready, go. 好精准的一个空投，好精准的空投，能打乱动，伤了，滴水不漏啊！这阿明打的。好，这下抓了，重拳必杀。对啊，打不了大门啊。好招，好招，好招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好，加必杀。第三命中之后继续跳压，哎呦落地，喂什么鬼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标题你来定，兄弟们啊，标题你来定啊，又有这么被反杀了，好招好招好招，再去带一个萧峰，不防了啊，哦，你有没有去抓出来，好漂亮，小波
蓄力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Yeah, wait, wait, wait. 等等。Yeah. 好的。过有帅呀、啊！单点直接布阵，对，蓄力了啊，防住了之后没跑起来也是。好，三杀！哇呀，精准的预判哦，好距离啊！这一下，哦哟，这波想追一个 counter 哈，没追上，打得太低了，猴子身位也太低了哈，没追上，猴子的反应也是真的快啊！康特没追上，意识也是真的好啊！好空投，完了完了，这下嗯哼，冒个血吧，什么东西啊？那肯定是这么必杀哈，暴气想多了。哎呀，这头兵也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，赢得跌跌撞撞，很刺激，很好看。Round one, ready, go！ 阿明也是别说哈，也是高度紧张的呀，毕竟何俊这个对手啊，也是老对手，气场很强大，交手过无数次，你说不紧张，我都不相信。好了，Round two, ready, go. 骗了，来就折过来，继续骗。节奏感真好啊，该骗骗，该强压强压哈，张弛有度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！ 算了呀。好，赢了。哎呦，漂亮！这敢升龙，这你敢信？他敢升龙，刚好拍到乱动，一针，再次打乱动，这次打得动不了。好，有一个空档，直接退反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兄弟们继续预言啊，继续预言。继续预言啊。这阿明2-0之后。啊，何俊2-0之后到现在还没有领先过啊，都是被阿明领先。好，这波秒杀了。打晕了啊，蛇。下海的人气票啊，兄弟们没事点点赞啊，过年了点赞的都年入百万或者月入百万啊。安全配啊，圣龙打不到，直接秒了。
别拉你了。这一把很干脆利落，秋风扫落叶的感觉不错。这点赞兄弟们。分割鞭子好长，不要急了啊，恭喜这些铁粉铁粉。这个是四进号抢十二的比赛兄弟们啊，抢十二的好的，就抓到五连死了。KO Round Two Ready Go。漂亮，再抢葵花，哎，第二段呢，第二段呢，两个一段的葵花啊，连不上的兄弟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毒蛇，呀哈，哥哥们，毒蛇，呀，呀，毒蛇。漂亮，这一波看得很准啊，看得太准了，想二段抓，厉害厉害。这个八成的话本来就没有什么说就很牛逼的一些东西了，他只能打一些特定的一些高手的打法。阿明是真不怕你，阿明是真不怕你八神呢。哇，这两个人打得真的有来有回啊，比分差距还是拉不开，你一分我一分，咬得很紧呢，比一对情侣是吧，嘴咬嘴还紧呢，都松不开了现在。接上继续预言，好抓，好抓是对的啊！你如果过来打他的话，不抓的话，他防住了。好落地，直接必杀，感谢枪手。下大雪了，我知道啊，而且这场雪下得很认真啊，认真的雪啊。跟小阿姨嘴咬嘴，这边大男人没有什么好咬的。哇哟！
Round four, ready go. 反三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天，好。哦呀，什么东西？这波应该是落地想抓吧，输了吧？这波应该是想抓吧，失误了吧？瘦瘦。欢迎康吉楼，又追平了啊！还没有能够完全打开局面啊！感谢兄弟们点赞啊！兄弟们没事点点赞啊！好，这次拍到这里。KO！ 这何俊干嘛不上大猪呢？他的八神没用啊，估计是上大猪更加不好打。千鹤哈，因为应该是多次交手总结出来的经验啊，我只能这么来分析，不然他应该早上大猪的。哇、哦、哟，这升龙啊！哦哟，哎呦，乌鸦没有点好啊，没有点好。哦哟，好招好招！这下一提前出了，你看那个跳击之后太近了哈、啊，下一步提前出的话，玩独子啊会被人笑疯的、啊。好乱动，有啊，我防一波。好了，好偷下盘 ，nice 啊！今まででは終わらんぞ。KO。鏡。Round four. Ready go. 喂喂喂！好危险，我疯了！这局很关键了，很关键了。哦呦，刚好破防，这一波来得很及时。要搏一下了，要搏一下了。这个必杀是表达一下愤怒的啊，这个必杀是表达一下愤怒的哈、啊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德俊打到现在才刚刚反超啊，刚刚超了一分，很刺激啊！刚刚主要是那个破防来得很及时啊，不然的话这一局还不好赢。啊，咬合俊终于反超了哈、啊！要么你拿我两分，要么我拿你两分啊，要么你一分我一分啊，很焦灼。好，封防，走。
这一下不能再发波了吧？这是水花呀！那再继续规划不就死了？还在那里掏掏掏掏慢了。Round two, ready, go. 剃头了，没看错，哥们儿。刚现在正在郁闷当中呢。K.O. Round three, ready, go. 不是。好，下去找着。我霸王被剃头了哈，兄弟们，想看霸王被剃头的，关注我小号啊！现在素材正在整理当中啊！哇哟，漂亮！嘿嘿，命不好。你看，你看，他空血的时候打你的每一下，你都干不到啊！小号叫做羞羞接机啊，羞羞接机，大号叫羞羞解说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来劲！今まで終わらんぞ。我妈妈为了荷兰豆。Thank you. Round three, ready, go. 牛逼牛逼！ Winner. 终于拉开比分差距了呀，不容易。Round one, ready, go. 拉开差距之后，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这个优势了。两分的差距，你说大它也不大啊，你说小它也不小。全开了啊！遥遥领先，兄弟，你要什么链接？欢迎这个用户啊，8363啊，谢谢多宝乐啊，感谢兄弟们，有的打啊，这一分很关键。哦耶，好招！老君的八神真的没什么作用哈，作用太小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! 哼，不射，不射，不射！呀！呀！哎 ，AB 来 AB 去了哈，被晃来晃去，晃着串招了，还有一下可以打晕，来吧！哦，又这一波，真厉害，好，中枪必杀。Round four, ready, go.
结束了，哎，不好说，这一局如果能赢回来的话啊，我感觉还有悬念啊，还有悬念啊。兄弟们点赞高起啊，看看这局猴子能不能拿下了啊。很空投，结束之后没有马上打决赛的哈，要打三四轮。焦灼了，太焦灼了。这波想躲了一下，看看红丸过不过来。红丸没过来啊，用了一个小旋风，是一个安全招。Round one, ready go.精彩，精彩！刚才体验了一场什么叫做从高空跌入深渊的比赛哈，现在又迎来了一场什么叫做你来我往，非常精彩激烈的、刺激的、激动人心的比赛。你们摇得很紧，目前还只有一分的差距。这个才是精彩的攻防啊，兄弟们啊！怎么归不归的？精彩的攻防啊，攻防双方的话呢，就是他们的防守啊、进攻都做得非常到位，不是包那种纯粹的龟。你看，像这种反应，应该赛点了。我都输了，好，三三 ，winner， round one， ready go。难受啊，难受啊，谢谢满鱼干。 Round two, ready go。 かかってこい。 我去，快跳不动，这下晕了啊！这一下应该锁定胜局了，锁定胜局了。KO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